演员今天呢，打包行李就有700公斤这么重，装的呢是他们最爱吃的竹子。不过呢，到了台湾之后就开始要吃台湾的本地鲜竹喽，口味还要适应一下。那么在今天呢，7点钟入住这个木栅动物园之后，第一餐呢就会吃到所谓的台菜。不过呢，为了他们的口味，还是会混一些川菜。 毛茸茸的团团圆圆今天就要来台湾了，瞧他们俩在大陆啃着竹子，津津有味。来到台湾的第一餐，入境随俗，台式料理一定有。就针对他今天落地之后的食物的准备呢，除了布置一部分台湾的竹子以外，那我们会配合从雅安这次起运一起送过来的竹子，大概预计有3种。那我们会在进场之前呢，会请同仁先准备好，以后先布置在这个隔离舍内，配合台湾的竹子。 团团圆圆下季的第一餐菜单已经开出来了，台湾的绿竹、桂竹、箭竹的滋味也不差，就看团团圆圆高兴想吃哪一竹就吃哪一竹。不过毕竟团团圆圆早产儿子体质还是要顾，为了怕他们水土不服，300公斤的家乡菜也会跟着带来台湾吃。为了安抚团团圆圆，他们最喜欢吃的零食窝窝头，动物园已经试做了好几次，有信心和团团圆圆的口味，反倒是团团圆圆进入蓝色的那一刻。 才是挑战。我们现场也会准备洗干净的苹果，来让他做，也有希望他能够很顺利的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现场，也能够很快的适应我们的环境。我想这个他的一小步啊，是我们的一大步。 知道团团圆圆喜欢吃甜食，在大陆看他们啃苹果，一个接一个，动物园依照团团圆圆的喜好，把食物都准备齐，希望能让他们喜欢住在台湾的新家。中央新闻林欣宪、杨爱娣台北综合报道。